去厕所吧。为什么打成这样？他打到开关，打到。小心小心。没有啦，只是冰一下，因为你在打球。冰一下，你现在待会那个淤血会出来，你先闭着休息一下。我想睡觉，一阵困。哎、欸，不能睡啊！我快失血过多哎。不能睡啊！我帮你不要睡啊！不行，一定会淤血出来的。眼睛好想睡哦。我头晕想吐，不是那个孤单寂寞觉得冷，然后发抖不已，这是更年期的症状吧？不是，孤单寂寞觉得冷，为什么要？那是你吧？不是，我不想让他睡着啊。很严重吗？很严重吗？不严重啊，一样是18岁。